然后就真的很谢谢他，因为他就是因为做无名诗的时候呢，就对于歌词的部分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就本来在香港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战友，就是 Wyman， 他可以帮我写很多我的心声。那就做无名诗的时候就是找了很多很多人合作，那他们也很棒。可是就是到做 Green 的时候呢，找到这个吴青峰，然后他写完两首歌以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死定了，我以后就看上你了。啊，什么在一起，又在一起，哇，好忙啊，就看一个见一个就拍一个。哎，好吧，那反正我以后就是歌词，哎呀，哇，歌词就不用担心了啊，因为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帮我写出我的，他是一个天才，所以再帮我，我以后掌声。那为了谢谢他，我今天就练了一首歌，好啊，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，也送给他。